去动物园喂白老虎，你有这个胆吗？有位美女。白老虎是东武动物公园的大明星，这种据说全世界只剩下200多只的尊贵生物，不只看得到，还可以喂食它们。除了白老虎以外，这几年在台湾因为插画家而走红的马来貘，这里也看得到本尊。我最喜欢的则是超级呆萌的水豚。水豚是来自南美洲的草食动物，和老鼠的血统很接近，长相根本就是放大版的天竺鼠，个性超级温和。调皮的松鼠猴在它身上跳来跳去，它也无所谓。除了这些台湾看不到的特殊动物之外，东武动物公园还有不少怀旧游乐设施，像是旋转飞椅、木造云霄飞车，很适合遛小孩。从东京晴空塔所在的鸭上出发，只要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，有机会来东京，不妨来看看可爱的大猫。